哦呦，这球有几手挡下来了。哦呦，传的是比较歪啊，但还是有 take 到。打的还是很有自信哦，但这个球真的不好接啊，因为这个弹跳很靠近身体，所以游击手重心放得很低啊，低到接到之后都摔倒了。因为这种球你又要接球又怕弹起来刚好打在脸上，嗯，